根据全球空气质量侦测与预报网站 AirVision 所提供的即时空气质量指数和污染城市排名，吉隆坡突破了202点。在现在这个阶段，我们是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。说不痛苦那是假的，毕竟我的肺也是肉做的。你少把没顾虑我的感受，真是他妈的。说不炎热那是假的，因为我家真的没有 aircon。 天气不好人很容易生病，鼻涕都变黑色。若不是烟突然闯进我生活，我怎会把唯一的窗口关住了？烧森林的人是你，呼吸困难的是我，爸妈空气污染的排名变世界第一了。天灾还是人祸，我惨不破，我只想把风扇吹向你当施舍。点火的人快点着，因为大妈的天空只剩灰色。口罩要记得戴着，因为大妈的天空只剩灰色。